我13岁就开始在这行里面做工了，扫地啊、洗畚斗，其实说洗到我现在慢慢学徒这样学到我现在已经做了40多年。家族的生意我已经打理80一年，差不多4代。以前做的时候，一个一天差不多13次，14个钟头，中午12点要做到晚上2、3点。 40多年前，30年前是门的区，很多那些夜猫啊在那边喝酒啊、谈天啊，到了晚上12点、1点都是还有人潮的。现在改为是酒廊跟 office 的地方，变化差不多180度转化了。开店的时候，我有的东西早一天就准备好，我第一分钟进来就要开水去煮开，给他放好那些椅子啊、抹桌子啊。 开店了，我就烧烧香啊，拜拜神啊。我的工人一来的时候，他就拿牛啊、拿咖呀，就拿冰啊，准备那个东西来开店了。拜六礼拜，人家没有做工，就是带家庭啊、孩子啊、爸爸妈妈来喝茶了，吃面包了。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咖啡就是跟外面的咖啡不一样，就故意加个车来啊，喝一杯好咖啡啊，吃一下那个咖呀吐司啊。 因为我们的咖要吐司跟别人不一样的，好像我们的薄片面包呢，我们要烘了又挂干净了，要再烘烘了又挂，最少3遍到4遍的，它烘出来的效果是很松脆的。传统咖啡是开始失传了，像我们传统的咖啡有一种香浓的味道，它不会带酸气，跟那些西方咖啡是完全。 不一样的，这种传统咖啡你喝了，你会有一种上瘾的味道，就是不一样的味道，口感就不一样。我很感谢我的顾客，这么90多20年在一路陪伴我支持我，因为我越做我会越开心，因为我的还是有很多的顾客在后面支持我。 这个就是我的顾客的力量，推动我的power来做我的工作。